2018年6月15号，山西省的转业志愿兵和城镇义务兵老兵们在山西省委门口啊，为了昨天屡连被打的那个老班子讨要说法。看弟兄们的气势啊，队伍多整齐。山西的老兵们在山西省委门口为昨天挨打的老兵讨要说法。看啊，这维稳的都在了，车上还有，你不讲究，他能把他老人家去来就在那个，喜欢你把人把他送去那个。这会儿越来越多的人来了，人家说的呀，这是第二现场，那个现场是3万多个人。虽然你事情没解决好，他就要一直不断的来人了嘛，人家都喊你钱归归地的人嘛。今晚上我就在你屋睡，我要来看你晚上。我们的一个参战老兵，也是国家的军残，革命军残，自78年入伍，79年打越南进攻战的一个伤残军人，持伤残军证，做201，车号是雨水，102，车号是雨水83020，遭到驾驶员的拒绝，凡是满了18岁以上的人，甚至于18岁以下的人都晓得，军残证在全国都是免费乘坐公交车的，但是这个驾驶员要百般刁难我们这个邓勇老兵，要他签字才能坐那个公交车，这个是不是我们璧山公交集团的一种耻辱？后来乡亲们，他又是两残军人打越南进攻战的，又是残疾军人，现在头里面还有弹片，现在还住在县医院，驾驶员百般刁难他，在车上发生了口角，然后后面奔驰公交车后面有一个地方的闲杂人员，就把我们这个两残老兵、国家重点医务对象、革命伤残军人打伤住院，头部打击都轻给了，下车之后还打，把你的手机才给摔了，把你伤残证不晓得弄到哪里去了。我们报了警，公安机关也出了警，公安机关也比较重视这个事情。当天晚上我们也跟交委函解了，这个驾驶员必须要让他停止，但是我们璧山区
长城运输公司的管理人员没有听从我们的建议，第二天这个肇事人员继续上岗运力。父老乡亲们，你们想一想，这种人这种素质还不会上岗开公交车？当天下午我们到了那个公交车上，我们要求调监控录像还原真相，随时随分。但是当时在场的驾驶员和这个公交集团的都说这个车子的录像是坏的，看不到。后来乡亲们，这个公交车上面的监控录像坏了还能不能上路？对我们的老百姓的生命安全有没有责任？好了，乡亲们，你们想一下，在我们梁山那边强烈要求下，昨天下午驾驶员下岗停止了。但是我们要求的是什么？我们要求的是今天我们去了几十个人，要公交公司或者是那个他们那个长城运输公司或者是本人要付我们今天去的两餐老兵的那个误工费。我们为什么要那么付误工费？Wow.